近日，由阿古特·拜麦行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十九世纪绘画印象派现当代艺术拍卖会上，越南已故画家阮南山绘制的《纸伞少女》丝绸画，最终以44万欧元（约合121约吨）高价成交。阮南山画家的《纸伞少女》原本是色水墨，大约于1935年到1936年期间创作的。这是阮南山画家在国际拍卖会上赢得极大好评的首幅绘画作品。阮南山画家于1890年出生，1973年去世。从1925年到1945年，他在印度支那美术专业大专当老师。他已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越南著名当代画家。